直线汤尼步下肢。要点是脚掌平抬起，保持在离地约一寸的高度向前移动。行进中提膝磨颈，落地时脚掌仍平落踏实。直线汤尼步全身，直线汤尼步完整示范。走圈汤尼步下肢，走圈汤尼步与直线汤尼步的步伐要点完全相同，只是在走圈时内侧脚要摆脚，外侧脚要扣脚。走圈汤尼步全身，走圈汤尼步完整示范。竖掌转圈式，竖掌转圈式的要点是转圈时身体移动要平稳，拧腰竖掌随转圈指向圆心。